掀开经本，月天子祭诵第六首看起，世尊开山发光明，分别世间住业心，善恶所行无涉坏，净光见此生欢喜。这是出现净光天子，他得的是慈悲救护一切众生，令现见受苦受乐事解脱门，那么他的赞颂报告实在说呢，很契合我们现代这个时机。大家都知道，现前这个社会灾难非常的频繁，每一个人可以说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对于社会上的灾难都是忧心忡忡，都在这里寻求消灾免难的方法。所以我们读菩萨修正啊，菩萨的教诲，感到特别的契机。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世尊开山发光明，这第一句是赞叹老师的教诲。这一句意思非常的深远，如果没有好的老师教诲，六道众生必定是随顺无量界的烦恼习气，这种愚昧的造作就感得种种的灾变，什么人能教导我们？小灾小难，世间的贤圣教导我们，我们可以避免的，趋吉避凶啊。像现代这种大灾大难，除了大圣诸佛如来之外，没有人能够帮得上我们的忙。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从历史上看，
大概最古老的宗教婆罗门教，现在大家称为印度教，它有8500年的历史，比我们佛教长得太多了。世间有一些学者说，佛教里面许许多多的思想，甚至于名相术语，都是学古婆罗门的。你像我们咒语叫“嗡”，这从他们来的。每一个咒语的结束梭哈都是他们的。我们在奥义书里面所看到的是奥义书有1-2百种通通都是他们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抄袭他们的？不是的。我们世间人不了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为的是有一些问题，世间的大圣大贤还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他们有办法解决，有能力解决，有智慧解决，佛菩萨到这来干什么？没有必要啊。你们可以办得到的，佛决定不多事。佛法确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你们实在解决不了而又迫切祈求解决，佛就来了。你们有这个意念，这是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的教化一定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已，所以佛没有创造没有发明，没有创造佛总是述而不足就你们所说的某些地方说的对，完全照说，哪些地方说的有问题，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你稍微给你修改几句，这个教学法高明佛对于一切众生无比的尊敬不是说你们都错了我是对的，佛从来不说这个话，从来没这种态度对人总是说你们做得不错，但是还有基本的问题你还不能解决，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习特别是发心出家要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所以我冷静地观察下一个世纪的佛教道场应当都是在家居士去主持，出家人把这些行政事务要写得干干净净，专心在经教修养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从此教学完全以教员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主持学校主办教育是在家弟子的责任他们去做我们可以专心
深入经藏，四众弟子密切合作，正法才能够久住世间，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这一句里的意思就很深了。世尊，开是开示，是开明，善是弘扬，法是正法。什么是正法呢？与心性相应的法，与宇宙人生事实相应之法，这个法叫正法。不但与理相应，还要与事相应。不但与过去相应，更重要的与眼前要相应。眼前是什么环境？是什么样的众生？他们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佛菩萨教学注重实际，不注重玄谈。谈玄说妙，跟实际生活脱节了，那个有什么用处？那一种说法，在佛法里叫戏论。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完全用不上。佛不说这些法。所以佛经叫奇经呢，其实契机确立，契机确确实实是听众们迫切需要的，这个法光明啊，光明是智慧。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问题不是凭想象，不是凭情实，能够得到圆满解决的。世间自古以来有一等聪明智慧人，想出一个问题了，能解决当时，但是后遗症呢，太大了。最明显的例子，西方的科学家在二次大战末期发明原子弹，把对于日本人的战争结束了，一时的利益了，没有想到以后的后遗症呢。后遗症的发展，每一个国家都在制造原子弹，到最后世界整个毁灭。当时他们没想到中国谚语所谓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是受过中国传统的教育
他虽然懂得这些理论跟方法，他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这个利益，眼前有利益，以后有大害，这个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利益。眼前没有利益，以后有大利益，这个利益是真的。所以外国人多半求眼前的利益，不顾后面。中国人呢，东方人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东方人想得很长远。东方人求永久深远的利益，不求眼前。佛法呢更是如是佛法求的利益是永恒的，永远不变不灭的，这个是六道十法界里面的圣贤都做不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应化在世间给我们说经讲道帮助我们觉悟第二就是分别世间诸一业性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给我们提示的前被救护于其本性这个钱是指长行长行里面显示菩萨慈悲救护一切众生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大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慈明智光彰其所用这个寄颂里头赞颂里面文虽然不多是说他的真诚慈悲心所起的大用真诚慈悲里面具足自信本具的智慧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发光明智慧其用分别世间诸业性这个世间就是佛法里常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设法界的有情众生智慧福德不相等设法界的医报环境胜劣的差殊也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什么道理佛才一一的来为我们讲解为我们说明第三句是讲因果
因果不空啊。业性着重在业的性质啊，业是造作，业性非常复杂啊。佛在大经上常讲啊，无量因缘。为了说法教学方便起见，佛将无量因缘归纳为四大类。大经上常讲的四缘生法。第一个轻因缘，这个是一切众生平等具足，人人都有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设法，这个设法界一真法界的种子佛家常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就说明了你阿赖耶识的有佛性，有佛种子既有佛性，必当作佛，这都肯定啊。但是什么时候做佛呢？佛菩萨也不知道，完全在你自己了。你自己能不能具足后面三个缘？后面三个缘具足了，你这一生就做佛了。所以最重要的这个业因呢，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要时时刻刻提醒。佛说佛的种子是什么？平等。六祖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讲平直即弥陀，平等直心就是阿弥陀佛，慈悲即观音呐！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用平等心，这个念头啊，就叫做所缘缘。我学用平等心，你就是直接学做佛与世俗世间一切法顺境逆境，善人恶人，好事坏事，用平等心看待。决定不执着，决定不分别，而又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明明了了是慧呀，不放在心上，不分别不执着是定啊。普贤菩萨教我们行法教得好啊，平等的恭敬礼敬，顺境逆境，
善人恶人，决定是平等的礼敬，平等的对待。但是称赞呢，对于善的我们称赞，不善的不称赞，不说就是。人家来问，笑笑阿弥陀佛，这就好啊。为什么呢？不善的不能够给他宣扬啊，不能把他这个不善扩大了，这个对社会有害。一切都是为广大群众、广大众生福利着眼，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赞叹，与社会大众没有利益的不赞叹。我们也绝不回报。这是普贤教给我们第二条啊。广修供养，这是平等的。对善人我们恭敬供养，对恶人还是恭敬供养，没有差别。这叫学佛，这个心是佛心的，这个心叫佛心的。我们有成佛的种子，如果能够有学佛的心，学佛的心就是平等，佛的心就是普贤誓愿。这是大经上世尊讲得很清楚，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够圆满菩提，不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的业心，经论里面常讲六度，六度存心，这个人是菩萨。常存布施的心，什么叫常存布施呢？中国古大德常讲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就是布施的心。别人有善事有善行，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他在做，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全心全力去协助他，去成就他，这是布施啊。菩萨心啊，菩萨心啊，我们协助他帮助他要守法，守法就是持戒，守规矩守法度，决定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好恶，那就错了。一定要守法。第三呢，要有耐心，忍辱就是耐心第四要求进步，第五胸有主宰，禅定，不被外境所动摇。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凡夫跟菩萨的差别就在此地，凡夫没有智慧，感情用事，被境界所转。菩萨有智慧有定力，
不会被外境所转，所以他能转境界。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有很多灾难，如果你有定慧，你就能转境界，不被境界所转。啊，般若智慧是对人对事对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常存这个心，这叫菩萨心啊！你学菩萨了啊！所以关键是在溯源缘啊，溯源缘在我们中国这个世间称为什么？立志。人不能没有志，人要没有志，你这一生呢，一事无成，你空过了。佛家讲发愿，所以志愿呢，常常连在一起讲。你有志愿，你这一生呢，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有一个努力的目标，你会有成就。如果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这一生决定空过啊！啊，世法佛法都重视志愿的啊。我们做学生，亲近一个善知识。见面呢，他第一个问题就问你，问你的志愿。这是善教啊，好老师啊，你把你的志愿说出来，他才能帮你忙。你说我没有什么志愿，那个老师笑笑，他对你帮不上忙啊。好像问你，你想到哪里去？没有目的啊！啊，他怎么帮你？你要有个方向，有个目标，他可以帮得上你。啊，告诉你怎么走法。啊，甚至于告诉你有些什么困难，应当如何来解决。啊，他才能教你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他无从教起。我们出家了，想弘法利生，这是你的愿望啊，他有办法帮助你，我想主持道场，发展道场，他也有办法帮助你啊，你说什么志愿都没有了，那他没办法了，佛也没法子帮助你，所以那个志愿呢？在寺院里的这所缘缘你现前心里头所缘的是哪一种缘那就是清音缘里面的这个十法界的缘你想缘哪一个你是缘佛是缘菩萨还是缘声闻缘觉缘觉十二因缘声闻十四谛再往下面是六道六道天道天有无色界天有色界天这是缘禅定甚深的禅定喜欢禅定佛菩萨在叫你禅定里头还要有四无量心如果只有禅定没有四无量心修得再好再高得个无想定无想定在佛法里面讲第四禅的外道天到顶处了
如果到不了色界，在欲界里头，欲界就是五欲六尘的享受，不能放下啊，心里面还贪染呢、啊，那你就修欲界天啊，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修禅定啊。这个禅定呢，功夫不太高啊，我们叫未到定啊，没有达到禅定的水平。这水平是什么？粗禅，就色界粗禅。你呀、达不到色界粗禅，那么你这个定功啊，在欲界，在欲界完全凭善啊，行善呢而往生的，只能最高啊，只能到桃李天啊，夜魔斗帅。化落他化自在天，这个四层天呢，要加上禅定的功夫啊。你的定功越高啊，你身的这个地位也越高啊。你的定功前，那你的地位就往下坠落。你没有所缘，你怎么能达到呢？想升天，不修十善，不修禅定，禅定是实在话呢，也就是清净心，不修清净心，不修十善业，怎么能升天？是信了上帝就能成天。还问你什么叫信呢？依教修行叫信啊！你说我信，你讲的话我完全不听，你教我的我完全不理会，这哪里叫信呢？这不信呢、信的人呢，一定是依教奉行啊！这个在宗教里头要特别强调啊！我信你，我敬你，我爱你，我一定依教奉行啊！如果对你讲的话我不听，讲的话我不懂，叫我做的我完全不照做，说我信你，我爱你，我敬你，全是骗人的啊，自欺欺人。事发佛法一样啊，那么要把人做好，佛家讲的五戒要修好啊，上品的五戒才能保住人生呢、中品的十善啊，儒家讲做人的道理，伦常八德啊，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五伦呐。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与人的关系通通都讲到了。四海之内皆朋友也，朋友里头没有分种族啊，没有分宗教啊，四海之内皆朋友也。朋友是同学同志，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是问问我们有没有同志，决定有。啊，什么志同呢？求生存总相同的啊，都想活在这个世间，活得很幸福。啊，这个观念决定是相同的。啊，如何能够叫我们过得很幸福？这个理论跟方法要学习啊，岂不是同学同志吗？啊，只是你所学的理论方法不一样。可是目标方向相同啊。君臣在现在讲法就是领导与被领导。啊，领导的人。中国古德讲得好啊。他有三个字必须要做到。君、亲、师。军事领导，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你做个领导人，同时你也是他的父母，你也是他的师长啊。啊，是他的父母是要以照顾子女之心照顾你的下属，要以教导学生的心去教导你的下属。人道啊，做人的道理啊，这样才能够说不涉人身，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要学习的。人要做不好，往上去没有份了，别说做佛做菩萨，四王天桃李天都没有你的份。诸佛菩萨真的是慈悲到极处啊，这个恩德父母之恩不能比，可是谁知道啊？佛菩萨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不但是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这一生就做佛做主去了。真正明白的人少，知道的人少，真正相信的人少，奉行的人就更少。少不要紧，谁做谁就成就。我肯发心，我相信，我理解，我能依教奉行，我就成就。佛告诉我们，贪爱恶鬼道的业因啊，嗔恚地狱道的业因啊，愚痴畜生道的业因，我们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还要不要贪嗔痴呢？
啊，过去真的是迷惑颠倒，愚昧无知啊，堕落在贪嗔痴里头啊。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不是三恶道的业。啊，为什么呢？只要你用贪嗔痴的心，你所造的业就是三恶道的业。造作的善业也是三恶道的福业。啊，三恶道享福啊，这修善。贪嗔痴不断，天天念佛修学六度，啊，果报在哪里？我们读安世高的传记，啊，大师说洞庭湖的龙王啊，洞庭湖在江西九江啊，那个古迹现在还在斜村呢啊，那个地方有个龙王庙啊，那个地方龙王过去跟他同学，他说他的同学明经好事啊，讲经说法又喜欢布施啊，你说这个人多好，贪嗔痴没断啊，所以他有福，他有慧，他堕落在神道啊，这得是什么身呢？畜生身啊，是个大蛇，蛇身。做龙王很灵验的，灵验是什么呢？过去是讲经，所以这个龙王很灵啊，有福报啊，周围一千里人都去拜他，都祭祀他啊，都去供养他，过去喜欢布施啊，有福有慧呀，畜生道里面享受去了，卧轨道里面就做鬼王啊，啊，一生真正修行，得这么一个果报，我们要晓得，他的病在什么地方呢？要从安世高那个时候的话来说，在我们今天看，在微不足道啊！啊，那个时候出家人是托钵，啊，托的这个饭菜不好，心里面就很难过，啊，好像自己这个修行，啊，对社会对大众有这么多的好处。今天出来托的一波饭啊，很难吃，心里不高兴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堕落在神道这不是大的我了，所以我们堕了之后啊，细细想想自己啊，这一生的心性跟人家相比远远不如人家，人家落在神道里头，我们将来落在哪一道？啊，我们不是小不如意，往往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心里都非常不痛快，怨恨心起来了，很长的时间
都不能消除。你说果报在哪里？果报自己造作，自己去受，不是别人造作的，与别人不相干的。所以明白事实真相啊，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啊！怨天尤人的是罪上加罪啊！知道任何一个人对我都没有伤害啊，他诽谤我、侮辱我，甚至于陷害我，不色身而已啊，灵性上没有伤害啊，只要你不接受就行了啊，你要接受，把它放在心上，这是你自找麻烦啊。你想想，如果那个人要诽谤别人、侮辱别人、陷害别人，你看了为什么若无其事呢？啊，你为什么丝毫不受影响呢？啊，他对着我，我接受了；他对那个人，我没有接受啊。你如果明白，他指着我的名字来骂。名字姓空啊，假名啊，名字不是我啊，伤害我的身体，身体也不是我啊，你就不受其害了啊。别人的造作你偏偏要去接受，偏偏把他拦过来，你不叫自找麻烦吗？所以还是自作自受啊，真的与别人没有关联啊。我们要懂得这个大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深深体会到一心，舍其贪嗔痴慢啊，从哪里舍其？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立思令心啊，烦恼习气，无量界熏尘，很讨厌，很麻烦，不知不觉。他就起现行啊，但是这个起现行对自己的伤害太大太大了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妙绝了，念头才起，古人讲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才起马上给他转过来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压下去了，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啊，尤其是恶念，伤害别人的念头，啊，伤害别人的势力，踩起来马上就压下去。这个是你念佛功夫得力。要觉得快，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起来，第二个念头啊就换掉了，就换成阿弥陀佛，你的心呢就恢复到清净平等了啊！这个是真念佛人，这是真有功夫的人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忏悔，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改过，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自信
十法界里头我们判哪个人呢？还有比这个十法界还殊胜的啊，我们很容易成就的，云阿弥陀佛，第一殊胜了啊！怎么样云阿弥陀佛做得成功，做得圆满呢？要把我们无量界错误的观念转过来啊，我们的错误观念，一切众生都不如我，我比哪一个都强，这是我们的习气啊，不服啊！啊，换过来怎么样呢？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你呀，准定成佛，你决定往生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阿弥陀佛。我们以对阿弥陀佛的恭敬心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人事物。我们以供养阿弥陀佛的心行，供养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真的是阿弥陀佛，不是假的啊！我以为他是阿弥陀佛，我把他当作阿弥陀佛，你还隔了一层啊！你是属于相思维，真的，确确实实是真的。你才能入分正位啊！怎么说是真的呢？这么肯定说是真的呢？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啊！古德常说：“自信弥陀，唯心净土。”阿弥陀佛是自信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们自信变现的啊，是自信的相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自信的相分，芸芸众生哪一个不是自信相分？既是自信的相分，哪一个不是阿弥陀佛？我们的心才真正做到了清净平等啊！我们每一天清净的是诸佛如来，而且是佛中之王啊！啊，光中极尊呐！这是事实真相啊，不是假想的。我们有没有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大善啊！啊，所以这个比修那个平等还要善，还要方便，还要殊胜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之中。圆满无缺啊！下面一句，善恶所行无坏事啊！啊，这是我们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修如是因，彼证如是果。我们对这个道理，对这事实，深信
不一样。念佛大善啊，念佛要像我刚才所说的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皆是阿弥陀佛。普贤的誓愿，文殊的十波罗蜜，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极其微不足道的信心都圆满具足十愿十波罗蜜。你要是修行功夫不得力，无有是处啊！啊，所以古大德，无论是宗门教下，啊，常常劝导学人从根本修啊。什么是根本呢？这个念头转过来是根本。啊，我们看，自古以来，多少修行用功的人以后得不到结果，念头没转过来吗？啊，安世高这个朋友的时候堕到湖神，堕成这个水神，念头没转过来啊，心行很善啊，宁静好施啊，基本的念头没转过来啊。我们用《金刚经》上话来说，四相四界没转过来啊。不管他修的什么，依旧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四相四见就是轮回心的啊，怎么样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这个问题在总解决了。所以佛经里头所有一切经论都劝人发菩提心啊。菩提心不好懂，我们现在讲起来比较上好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啊，正法了，没有自己，众生就是自己。我们为一切众生受苦受难，这很欢喜很自在了啊！退步拖到一些难吃的，在所不免呢。释迦牟尼佛在世，我们也会想到，他也常常遇到啊，佛没有一念不高兴的念头，没有一念怨恨的心，所以他成佛了啊。只有凡人在这个境界里面，心里才起烦恼啊，才起分别啊，我付出的太多了，我得到的太少了啊，不成比例啊，才有这个念头就造业了，他就得受报了。所以理要不能够透彻，事
不能够真正的明了，这种念头是在所不免的。不要以为这个念头很小，好像微不足道，殊不知影响可太大太大了。大的过误容易发现了，这种小的不容易发现。一天当中这些小事情引起自己不满意不自在，有那么几次，几次恐怕还是少说了。要有这么个几十次，麻烦就来了。时间纵然很短，几秒钟的事情，这种业习累积下来，果报就可怕了。所以为什么不把念头转过来专修善业呢？如果念头真的转过来了，看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我们受极大的苦难也甘心情愿了。我替父母做事情，替诸佛如来做事情，受什么样的委屈也欢欢喜喜。也不会在意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常常想象啊，古时候的舜王。孝养父母，舜王做到了。那一种心情才叫做孝养。我们一般人孝养有名无实，你还有怨恨，还有不高兴，还有埋怨，不是孝养啊，已经是得罪了。这种心态对老师就大不敬了。道，印光大师说得好，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你不懂得尊师重道，你怎么会得利益？还有分别，有妄想，有执着，已经是背思叛道了。这个人怎么可能有成就呢？现在人不要是在修学上，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不会做人了。我们常常看到很感慨，但是念念无量寿经呢，我们那个感慨的念头也偏了。无量寿经上说得好啊，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怪也。这个四句念念心就平了，没人教他嘛，他怎么会懂啊？
先人是他的父母，是他的长辈，啊，是他的老师，没有教导他，他不懂啊，所以就不能怪他了，啊，但是他所造的业，他必定要受果报，啊，这个就是讲，佛菩萨看见了，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啊，佛菩萨慈悲，念念不舍众生，要等他回头，才能帮得上忙。啊，什么叫回头？真的相信了，真懂了，真肯依教奉行了，佛菩萨就来帮忙。所以我们清楚，教理行果是一，信解行证也是一。华严上说得好，一解是多，多解是一，一多不二啊！啊，真正相信，他就决定能够理解，他就肯依教奉行。不能够依教奉行，没懂啊，没有信啊，啊，信解行证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的，不是有四个阶段吗？啊，跟佛法里面讲四大，四大是一桩事情啊。不是四桩事情，一桩事情啊！老师教导啊，教理行果，这是四教啊，是一，一二四，四二一。任何一条里面圆满具足，其余的三条，我们做学生。信解行证，我们做学生的也是一二四四二一，心里面决定有解有行有证，行里面决定有信有解有证，这个老师要善教啊，学生要善学啊。四字道合非常可贵啊，所以一个好老师要遇到一个好的学生不容易，可遇不可求。一个好学生想亲近一个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到哪里去找啊？啊，遇到了缘分呐，稀有的缘分呐。啊，遇到了啊，老师的道传下来了，啊，有了传人了，啊，学生呢，得到真实的果报了，啊，开悟真果了。四字之道不能勉强啊，勉强不来的。都在一个镜子。啊，好的老师敬爱学生。好的学生尊师重道。
那么我们今天的困难，自己认真反省检点，就认识了，就明了了。我们对于孝顺、尊重啊，尊师重道，欠缺太多太多了啊，甚至于根本不懂孝顺两个字的意思啊，尊敬的意思也不懂，这是真的啊。懂得，懂得你就做到啊，是从你行为上去看，不是从言语。啊，真正善知识接待学人，从他的言行上去观察，听其言而观其行，啊，言行相符，这人可教啊，啊，有孝顺心，有尊敬心，处事待人接物，从这个地方看出这个人有没有善根啊，善根深厚的程度，从这个地方可以见到我们要懂得，要学习啊，我们的法从老师那里借来，要传下去可是找一个传法的人相当不容易啊，但是这种人是可以培养的啊，尤其是华严经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锲而不舍啊，把我们不成熟的根性熏习成熟。这个语言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啊，学习的机缘一定自己要掌握住不能够空过。昨天竹林寺的主席一行来访问，他告诉我道场现在已经建立完成了啊，他们请明山老法师来给他主持开光大典啊，明老大概要元月份才能来，本来预定十二月的，最近听说身体不很好啊，在休养。他问我这个道场要怎么做法啊，我给他建议，道场建成最重要的道风与学风啊，我贡献他，我说你们今天看到居士林的兴旺啊，这是事实，非常羡慕。
居士临心望，望在哪里呢？望在天天讲经，24小时不中断的念佛。就望在这里。所以我说，你们道场如果开放，希望每天讲经，我们这边培训班的同学们不少，可以轮流到你们那边去讲啊。还要提倡念佛，要他住林寺，他所供奉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很好。你们那边开念佛堂，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居士林这个地方念南无阿弥陀佛，你那个道场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讲什么经呢？观音三经为主，提倡观音慈悲救世的精神，学习观世音菩萨，你道场会兴旺。一定要发心为社会为众生，不要为自己的利益，要把自己的名利掺杂在里面就错了。你得到的很少很少，果报不如意。放下自己的名闻利养，决定不为自己，为社会为众生为佛法，果报不可思议。所以我叫他学习李牧原居士，李居士在此地做了最好的榜样。居士林给道场做了最好的榜样，他会请我们去讲经，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时代，现前社会需要什么，最需要的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帮助一切大众断恶修善，才能挽救眼前的劫难。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到那边当然是以观世音菩萨三经为主，观音菩萨三经，第一部是华严经上的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这一章我们过去单独讲过，第二种呢在楞严经里面第六卷，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第三种在法华经里面，普门品。三经都不是独立的，都是附在大经里面，可以把它抽出来单独的讲。除此之外，我们一定要明了印光大师的教诲，讲感应篇，讲安世全书，讲了凡四训，唤醒大众明了因果。
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啊，这样才能够救自己，才能够帮助社会大众啊，消除劫难。好，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